天光正好，一家子出游了。我们到了桃花源。一心，快帮我拍一个。稍等一下，何老师，有点卡呀。太像游客了，起来了，发际线起来了。我建议从今天这集开始，就不离开这块垫子。但风景哪有火锅香？这是我们特别准备的火锅套餐，先要找到这些食材的线索。赶紧回家吧，跟这儿冒成什么呀？这怎么感觉还是很难找？会不会在这里啊？藏在这个摄像机里面？总不能在这里面吧？都开始砸东西，一个都没找到。嗯。周五晚十点，《特伦苏向往的生活》第五季，《特伦苏有机奶》，向往的生活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。